对面，落地秀先河，啊，怎么泽啊？OK，so how to take roll take something? How to take roll? No, how to the punish? Oh, punish take roll. That's a guess. 对，真的是，我用你一个。那可能是，首先的 roll 啊，roll 也是其实 OK 的，但是比如说我要，对，这个是 take。Do you want me to take a roll？ 对，take roll。对，比如说这个时候，这个是 take roll，所以你要怎么走？一般是每个角色不一样。比如说林克的话，大概42左右。如果我的空 A 成功的话，开始 take 的那个 take chase。对，所以比如说先这样过去，对，先过去，对。如果不过去，其实不会心里叫 mind game。So 比如说我不过去，那没有什么心理战。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对。但是如果我过去的话，就大概你可以考虑最大计，对，还是一个 fifty fifty，对 fifty fifty，一直对一直时间。那一般的角色的话，fifty fifty。但是比如说飞行道具什么的话，比如说林克的话，可能是不是 fifty fifty。有时候这个成功之后，这样的话。刚才是我 It covers, 对、yeah. 全部，比如说我在此时啊，这时候、啊、应该是先吓死啊，先拜拜。对，比如说林克的话会选标和航地的一个两次，这样的时候这样，然后这样，所以每个角色有全部 OK 的也有，但是。这个是角色，对，这个要学习。对，Sora 也不一样。对，Sora的话，应该是 down throw and waiting up here or near。对，比如说 Sora 的话，这个时候，对这个空 A 是也。对 Sora 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在板子，对，在板。你看，我就这样。在板子，然后就可能开始，对，我就要等着，就看看。刚才的 Jonathan 的这个是，上次嘛是完全是50-50，50-50，那所以全部要覆盖的话，我觉得，对 Sora 来说最好是这个，对，一直闪，对，还有空闪，空闪，对，这个空闪的话非常好，比如说这个场合先，然后。对，但是对这个，对这样的话，我刚才是不用 take， 但是如果 take A 啊，如果我是 take A， 对这个会是这样的。对，所以这个你看自己的角色吧，就是对不一样，不一样 ，OK， 都不一样。每个角色就有自己的选择。对，好，嘛可以看职业玩家，比如说职业玩家的这个方法非常多，所以你可以参考。请问。